其中都建起了玻璃桥，美观而又刺激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到访。但如今玻璃桥已不同往日，竟然变成了偷窥桥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本期探明微见，柚子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原因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登上过玻璃桥游玩呢？现在全国各地很多景区都得到了开发，而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，很多景区也在不断建设更新颖的游玩项目。而玻璃桥近几年就成了一个网红景点，不少景区都修建了玻璃桥，游客们走在玻璃桥上如同凌空漫步，脚下就是悬崖，云雾都环绕在身旁。不过也正是因为玻璃桥透明的特性，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游客就跑到了桥下偷拍偷窥，使得这些网红玻璃桥变成了偷窥桥，不再像往日那么惊险有趣，反而对桥上的游客非常不友好，尤其是对一些穿裙子的女性来说更是不敢上桥了。对此景区管理员却表示他们也没有办法，毕竟景区里又没有设置禁区，更不能去限制游客拍照观光，因此如果想要杜绝这种偷窥现象的泛滥，还是需要游客们提高自身素质。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点击关注、分享、转发哦。